咦呀，是嘿呀，大家好，然后我是娜拉队长，我们介绍继续我们的魔王房东啦，对啦，没有错啦，然后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，这个吧，好，然后我们上一集到哪里了？其实我自己也忘记了，呵，好，我们就走吧。对啊，我要干嘛的？完全忘记了，算了。然后我们来看看我妈干嘛。好，我们先做下一个任务吧。哦，好多任务，等一下，太多了。这什么？四星、三星，不三星了，好了，走吧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mini stereo， 就是哎，这里吗？不是，这里才对。然后加豆豆狗狗 ，Hand game 在这边吧。然后加狗狗，这个要蛋糕，你这边买的啊，哥哥。蛋糕，哎，蛋糕在哪里呀、啊？糟糕，我觉得我又要找东西找超久了，真的。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好吧，难倒我了。点那个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到底？Red， 好难找东西哦。等一下，在哪里呀、啊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不懂啦。没有哎、欸，这边吧。这边有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。算了，不找了。Red meat， 蜜子在这里。好 ，shower 洗澡吧，狗狗。然后这边要把家人踢出去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踢感觉有点太快了，先踢掉一个吧。你小孩子居然嫌贵，你算了，算了什么孩子？算了什么孩子？那什么东西啊 ？Love hammock。有时候啊，看他们要的东西啊，还是不明白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哦，我找到，我找到了，我知道你很，我知道你要什么，我知道你要什么了。OK。你还是一个人进梦孤单局的人了，这样吗？那什么东西啊？啊，等一下来找了。然后加多多可可，为什么要 dance 啊？奇怪、欸，是你化妆还是你老婆化妆啊？不懂。好，可以了，走吧。来了。有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炸弹来喽，砰！这可以加快了吧？有啦！然后还有两个物质，两个物质要给谁住？我不懂哎、欸。这个楼上打好了，对，楼上打好了。因为后面那只打得很痛，就那个科学家。走开！等一下，好意思 ？OK， 没事。好了，成功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个房子调低。Go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，收好多钱哦，有点开心。哼，这就收多一点吧，反正大家拿去送死了。这是救命扣啦，是在哪里啊？这边吗？哦哟，找到了。这猫咪也收好多钱哦，有点爽。为什么要 desktop 啊？
shower go， 又不能收太多钱，好讨厌哦。这到底是什么啊 ？The hammock， 这边吗？还真给我找到了。你也要？Steel decks 这边，然后有普罗是跟我说，就是不要给他们打，就目标做太多啦，给他们出去赚一下口口。这好吧，其实原本是想说不要，就是一直做一直那个什么，就一直做任务然后赚口口就好了。来了，你去吧。不要两个人站在一起哦，会死哦。还追下来耶。他死也死太快了。他死也死太快了，等一下。这我不能接受，死太快了。好，有了，这个可以吧？啊，恋爱了，恭喜啊，恭喜！那我们再丢这个就可以了。哪一个啦？哪一个啦？好像是这个吧，对不对？还是这个 ？Jabber Cola 不是他不是给的吗？还是我给错房间了？算了。The hammock， 为什么全部都要这个啊？奇怪欸。好，你也要。Jabber Cola， 为什么全部都要同样东西啊？感觉有点怪怪的。这是什么？因为 crush， 因为 crush 就是这边。唉，走吧。各种不付房租啊，又是怎样啊？哎呦，我记得这个超贵的，为什么有人也要啊？来了，谁啊？现在是下面这两个付得到房租，到上面那两个付不到房租。唉，别一直不付房租啊，哥哥们！一居就一居而已，可恶！要给你 ，Dash， 为什么你也要 Dash 啊？奇怪嘞，你们！好 ，First of all， 好贵哦，也太什么了吧？不笑是书柜，然后应该为什么你也要啊？奇怪嘞，是看全部人都有了你也要是不是？是这样吗？然后我们要找多一个来送死的，耶！生宝宝了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，可贺啊，可贺！然后我们再过一季，然后看一下这两个有没有交房租，有交房租够就好啦。我不知道在说什么了。哎，那两个好可爱哦，有没有？小孩子超可爱的，靠追靠追。那我们现在也只能等待。其实要到了没啊？好吧，到了。结果那两个又不交房租，好烦哦！你们不要一个有交，一个又没交啊？这还是交不出哎。唉，为什么你们都没交不住东西啊？很难过的哎。
我都没钱了，你们还在那边？好吧，这任务吧，不要理他们了，讨厌死了。啊！恭喜你啊！这边也有了，大家给你们剩下一只。三只猪。但我感觉还会死。他也会死。他会死，他会死，他会死。好了，可以了。现在到。然后我又把他送去死了，我感觉他好可怜哦。他这个组会不会讨厌我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没有哎、欸，他很喜欢哎、欸，奇怪哎、欸，好奇怪哦啊！他竟然还会喜欢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好，我再调高。该有各种不交房租了，唉。其实可以调低一点啊，75好了。CD player 我就给你。唉。然后我看一下啊 ，Nike wallpaper。其实我觉得这个那个什么壁纸真的挺好的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Stone 什么的。这个吗？唉 ，No cash for rent， 你们一直都不交，唉，有点累啊，什么都不交，为什么？这个又能交房租了。这卡还是谁没交房租啊？我又忘记了。你嘛，然后你，哦，没有了，好的。然后这个对吼，这个要丢这个，我差点就忘记了。Go。那我们现在就是 done， done。哦，有人来了，谁啊谁啊？为什么是你啊？不懂。当然又要丢你先去送死了。感觉他打着死哎、欸。好吧，是我错觉。噔噔，那个被我拿去送死了，感觉有点惨啊。那我再调高。天啊，这不加房子也太多了。好烦哦，这个我就算你83好了。啊，别这样啊，哥哥们。然后我们先做另外一个任务吧。走，就一个任务。然后，哎，这不在哎。去吧，
所以我想说把这个换过来，把这个换过去以后会怎样。可以啦，又来了，这次有法师。你别哦，他要死了啦！哎，不要，好吧，他死了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结果这边死光啦。好讨厌哦！等一下，群体不加房主，再一次开启，什么鬼东西？哎，等我下吧，送你100就好了，我人很好的，你算了吧你。我感觉群体不加房主真的好烦，这是我要说。你走开。那我看一看，又是谁啊？好多炮车哦！算算了，打我们来路上，打我们来路上。对啦，噔噔噔噔，好啦，接着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到此，对，然后如果喜欢影片，给他个赞，然后随时追随我，只要我更新影片，耶，然后我们就，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啊，他长大了，有没有比较强？有嘛？然后我就要把你妈妈踢出去了，对不起啦，然后我们。今天就先到此，所以就加拿大。